是啊。爸，你这次去奥卡族那里传福音，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？我的宝贝啊，你放心，爸爸这一次去啊，很快很快就会回来了。而且啊，到那个时候，那边的人他们就会认识耶稣的爱了，就像你一样的幸福哦，好吗？好，答应我，一定要赶快回来哦。爸，我再问你，你在那里如果遇到危险，你会开枪保护自己吗？你看你，越来越像你妈妈了，你不要担心，如果真的遇到危险，耶稣他也会保护我的啊。而且啊，爸爸会告诉他们，我们是他们的朋友，耶稣爱他们，爸爸也爱他们。阿兰，好了没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们聚会要开始了哦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去教会吧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让大哥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好吗？好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诉说这个故事吧。这一切的恩典全献上，这是我们心中的赞美。一次的敬礼声，他给我们发出呼召声。爱的遥远，有一群的人，他们不知是丰富的爱。请你我们懂得这感动，一起迈出这荣耀的路。祈求你来赐下你的恩典与智慧给这五位宣教的勇士，我们为着他们的平安来祷告，也为着那远方的奥卡族人的得救来祷告。我们相信今天的祷告并不是突然的，而是带着百倍的祝福与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我们靠耶稣基督才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它交给牧师。是的，愿我们的祝福与生命使命的感动，在他们身上看见神的喜悦和荣耀。让我们一起在诗歌中差遣他们往那未知之地
前行，愿神的荣耀与能力与他们同行。请起立，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。下班，我们昨天在看蜗牛爬100公尺，现在要干嘛？看蚂蚁叠罗汉，看响尾蛇脱皮，哦，无聊死了。没办法，我们这个国家大部分都是未开化的地区，还有食人族，你觉得谁会想来？对啊，就是那些钱多到爆，要不然就是脑袋打结的才会来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来观光。就是说，你还有20年，慢慢好去工作。菜。Stop. This is the Ecuador Embassy. 请问你要办什么手续？我们想来办签证。签证哦，
OK。请进。请进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想要来办签证。哦，办签证是不是？哦，这边请坐，请稍等一下，我去通报。科长，来了五位外国人，想要办签证。哦，是。好，请他们进来吧。好，我们五个人想要来办签证，这是我们的资料。好，证件拿过来。啊，护照，来看一下。请你们先坐一下好吗？啊，我来看一下啊。谢谢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我们椅子好几百年没人坐啊，坐坐坐坐。谢谢。好，请过来一下好吗？这个看这个文件哈，没问题，啊，不过你们是要来这儿开会吗？还是观光？啊，还是要做些什么事？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你能不能再讲一遍，大声一点？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哦，好，这个应该的，要在我们首都啊，基督啊，来建立教会哇！首都啊，不是，你误会了。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是在一个丛林，那个叫奥卡族的地方。什么？我有讲错吗？不是奥卡族。对，快！哇，赶快去请董女士，还有那个董主任来。赶快去劝劝他们。怎么去奥卡？连我们自己国家都放弃了。报告，他们要去奥卡族啊，去传福音啊！快劝劝他们呢。五位年轻人，如果你来我们国家是要来观光。是要来传福音，是要来旅游，我们都非常欢迎。但是问题是你选择的地方选择错了，因为那个地方啊，是奥卡族人，他只有1000多个人，而且哦，他们生活在石器时代，还没有开花，他们也不认识字，而且他们有这习俗，就是只要入侵的人。他们都习惯了，很残酷的把他们杀了，而且是生吃活剐。我看你们几个进去也是凶多吉少。你们仍然要去是不是？哎，实在要劝你们留意。这样子好了 ，Dan 去把过往的一些档案资料拿来了，让他们看，让他们知道奥卡族到底是有多么危险与可怕。难道你们仍然不知这危险？
但是我们更知道，这一趟的旅程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祝福与荣耀。就好像是明知道眼前有暴风雨，但是如果是我们最亲爱的小孩子他们生病了，我们为了他们得着医治，就算费尽千辛万苦，我们要勇往迈进啊。是啊，我们相信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都有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啊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把握，而且我们有这样看见这些奥卡族人，他们是那样的需要神的爱、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到这个地方去跟他们传福音。对啊，而且其实我们已经从神那边领受了好多的恩典哦，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义务，要将这样的恩典传给他们，这是我们的使命感。这是一群傻子。我的一生都是祝福，早就超过我所求，神的心意的圣诺言，让我看见祂荣美。我的一生将歌是不负责的。五位年轻的勇士们，我想我们领事的话你听到了，你们是不是还是再考虑一下？何况你这么年轻。我想我们不用再考虑了，我们已经定义要往那里去了。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去把志愿书签一签好了。好吧，那五个勇敢的傻蛋过来吧。哇，怎么这么香？宋安，哎，今天煮什么？啊，这个是我今天刚弄好的南瓜汤啊，新鲜的，当然好香啊。太棒了，好久没有喝南瓜汤了。是啊，是啊，等一下我喝一大碗。哎，宋安，哎，等一下帮我准备好，好一大碗我要喝哦。没问题。哎，宋安，飞机整点怎么样？哎，现在状况很好啊，油也刚加满了，随时都可以起飞了。太棒太棒了！明天我们会看他再去巡视一下的。好。哎，对，今天是主日呢。是啊，是啊。准备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来崇拜。好。
好好敬拜上帝。嗯，对。哦，对对，下午的时候我们继续来接触他们，我相信今天会更有收获的。对啊，今天我们放了一些东西给他们，我相信啊，他们拿了以后一定很高兴，一定有果效的。对啊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要应该先做个回报啊？让我们在远方的乡亲父老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状况，也顺便让他们为我们代祷。好，那我先来联络一下，你们预备一下，搞不好等一下有奥卡主任来参加，不一定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相信今天一定会有人来的。不过啊，我们彼此还是提醒一下，如果他们等一下来有敌意的话，我们也绝对绝对不可以用枪哦，否则啊，我们在这边建立的关系就功亏一篑了。枪啊，这个啊，我们只是用来对付野兽的啦，不是对付人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好像听到后面有些动静哎，好像有人接近我们，我们大家一定要保持镇静。保持镇静。对，我有听到声音。哎，好像有听到后面像是。主人，那边也有一个奥卡主人。没错，看那后面更多的人，他们渐渐靠近我们这里来。没错，看那后面更多的人，他们渐渐靠近我们这里来。
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上生命；在这世上，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随着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是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不了解，但我们仍然愿意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相信他们的灵魂在你面前看为宝贵，你使他们活在你的尊贵与拣选中，也使在你的爱与荣耀。相信他们一生的果效现在随着他们到你面前，并且要得着你所赐的荣耀尊贵的冠冕，直到永远。奉主耶稣的名，在此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的遗嘱来安慰，但愿我们为他们的祷告成为他们在主里面最大的扶持与温暖。奉献也是我们全家的祷告。昨天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有这样共同的感动，我们决定追随我们当初一起的意向，在下个月我们要再次前往那里，要告诉他们我们仍然爱你们，如同神爱我们一样。是啊，这一生神的爱浇灌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光荣。正如诗篇23篇说，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。当我们在看见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的时候，这是可以直到永远的荣耀的。这也是我们一起的
见证。谁呀、啊？我不认识啊。你去应付一下，我去里面报告。去应付一下。老大，老大。上次那五个去奥卡族宣教的五个年轻人，您还记得吧？五个啊，那五个美国人是吧？对对对，怎么样？他们不是已经都死了吗？戴金破啊，他们的太太来了 ，Andy， 我怕他 ，Andy hold 不住了啦。那五个傻蛋，你这个我也没办法，我要找领事，你请他们坐下。各位请坐，远来辛苦。啊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肚子大都可以坐。请坐，请坐。报告领事，报告领事，您记得上次外交部传来的说有五个美国人有吗？嗯。他们不是到我们那个奥卡族人那个地方，结果五个全死了，有没有？现在他们、啊、现在他们的家属来讨公道了。我看这可能会有国际纠纷，这个我们 hold 不住，这要领事。真是的，哎，你们就是那五位青年的眷属。对，这是我们领事。好，其实呢，我们其实已经尽力劝阻他们了，但是他们都不听，所以也没有办法。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。这样吧，你们放心，我们国家一定会派军队去镇压他们，帮你们报仇的。没错啊，我们还会派那个压路机把他们整个村庄都铲掉，反正他们也不纳税，跟我们公务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错，不，你们误会我们的来意了，我们不是来报仇的。那不然是来什么？对，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来办签证的，而且我们已经决定要追随我们的丈夫。继续去那边来传福音，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们的。是啊，而且听说他们不会杀女人，
说不定我们去还可以帮助他们呢。怎么有五个有病的？他们实在令人好奇啊。真是令人好奇，为何老是这样？难道不知哪里的危险？你们居然都已上升在哪里？难道不知哪里的危险？若说你们神，叫你们去哪里？为何他们仍然是在那里？若说你们神，叫你们去哪里？非常纳闷，就是我们外交部传来的消息说，我们的部队到你们那五位年轻人，也就是你们的先生过世的那个死亡海边，我们看到的他们手中是握有枪的，不过竟然没有击发一颗的子弹，而且虽然我们找到他们的遗体，但是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可能已经被吃了，但是竟然遗体完好如初。是的，他们出事的那天，据说天上有光照在他们身上，而且也有天使陪伴着他们。我想这样的情况，你们应该也得以得到安慰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这里。现在我们这里变了好多好多。我们能够认识神，又能够一起读书，而且啊，大家也越来越喜乐了。对啦，我们已经不吃人肉了，吃高丽菜，比较健康。对呀，我现在也比较不会生气喽，我现在很容易就笑喽，每天都笑哈哈的哦。老师。今天鼓起勇气来，是要来求你们的原谅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是来向你们认罪的，因为我们就是杀死你们丈夫的凶手。我们看到你们来，我们非常的羞愧，因为当时我们看见有奇妙的荣光围绕着他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得罪了那个最大的神。后来你们来的时候，我们非常非常的害怕，以为神惩罚我们，替你们报仇。
可是没想到你们居然是来帮助我们，并且还住在我们当中。这样的爱，我们实在无法理解。邀请到远道而来奥卡族的朋友，还有我们从 Ecuador 来的领事长的长官们，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感恩聚会。我们一起拍手先欢迎他们。相信这五位宣教士的行动已经成为百倍的祝福。我们现在以感恩为祭献上。同时我们今天也要很快乐的来安利我们奥卡族教会的出售的果子。在多年以前呢，他们在不明白的状况当中呢，杀害了那五位传教士，但是呢，如今他们却已经成为奥卡族首批的牧者，而且呢，奥卡族全村都已经信主了，我们现在就请李牧师、还有何牧师以及骆长老来为他们来案例，同样的，我们要请五位勇敢的夫人也一起来为他们案例的祷告。是的，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时我们就一起来安利这几位奥卡族的长老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是的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晓得万事都在你的手中，
我们在顺服中要感谢称颂你奇妙的作为。这时我们要安立阿卡族这几位长老成为你的仆人，愿他们一生侍奉你，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永远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拍手，我们来欢迎他们。天主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神迹的当中，相信神他会自己继续用这样的故事来祝福更多的人。以下有一首歌《最大的神迹》，我们要以我们最热情的感恩献给我们又真又活的上帝。戏剧就到今天的场景，我们在日期在戏剧里面已经过世的五位宣教师能够在 台上来，我们来拍手欢迎他们。在以赛亚书24章，这里讲到一句话，这句话在这个戏剧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感动，如果奥卡族他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全村得救，我相信我们在这时代里面是使命感，也是一个感动。我们所爱的这块土地，神要接续我们，我们这块土地要成为神的祝福，也是整个城市的得救。我们相信我们在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，这些人要起来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在神面前要从海的那一边，在以赛亚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说，在那东方的地极，那地的海岛要起来歌唱，他们要起来歌唱，要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名。在末后的时代里面，东方的海岛他们要在那个地方起来成为生命的见证人。那每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都有一个感动，东方的海岛从地极起来的那些海岛，我相信就是台湾。
时候一整次特别的拣选，能够成为生命的爱、生命的得救跟荣耀。我们有一个感动，也是我们一直来的祷告，相信在末后时代就是我们这地，也因着很多人有这份心跟祷告，我们全地、我们台湾要都得救，而且要全程起来赞美神，成为在末后时代的见证人。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首歌成为在戏中戏，但是我们进入到这个时代，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唱这首歌，也是我们圣灵里面感动，也希望这首歌在奥卡族的故事里面成为一个爱的故事，成为荣耀的见证。我盼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乐，赞美的海岛。这是人要大声那也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彼此的扶持。音乐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好像要表达的东西，在星期二才把剧本写完，中间三天四天弟兄姐妹同心合力把这出剧，然后星期三告诉他们说我要的道具，他们在两天里面把所有道具弄好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个故事并不是音乐，有一个故事是默契，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的默契，而在这 爱里面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我们希望在这故事里面能告诉大家，生命在这世代里面将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我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弟兄姐妹，我也谢谢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热烈鼓掌为他们好不好。我们有下时间要让他们每一组每一组能够跟大家来一个谢谢，那我们一样的在神面前用感谢在当中来分享 OK。好，我们请众人。